我叫志勇，我哈是哈哈。Florence。OK，那么 Hello。今天哈，其实很开心啦，因为哈啊，有听到 Florence 讲哈，他穿了那个 Aura Pants Go 哈，那裤子哦，哎，真的是改善很多啊，改善了他的那个健康上的问题啊。所以哈，我们来给 Florence 再分享一下，其实裤子哈，你是改善了一些什么问题？你裤子？哦，改善我的脚的问题。以前我一路来就是烦我的脚哦，不能站太久。我多数是站了两三个钟头啊，我的脚就很痛啦。连有一天就是一个这个叫做保姆啊，她就讲说她的脚痛，穿了这条裤很好，因为她是做作业的保姆来的。他介绍我说啊，这个裤子是很好的啊，因为它是一支赞助咯。然后我说哇，这么好，真的呢，这样神奇。然后我就想说哈，我这个脚困扰的我很久了，连我又有那种水肿啦，这个青根啊连我就哇，听到他这样，我就说怎样去买呀、啊，什么啊，我就很兴奋啦。连他就讲说哈哦。没有这样快啦，我要定先啦。然后我就说，哦，OK 啦，OK 啦。然后我就盼望了。那时是1918年啦。连一九幺那八时年，哈二零啊，幺一八九年幺是八吗？啊，那二零一九幺八了很久哦。二零幺 OK 八年啦。连那时你要 order 哈，就要等差不多1个月的时对对间对，啦。那时候很缺货。缺货啦。所以我就他叫他帮我订啦，然后是。after that 哦，就我收到这个货哦，我就拿来穿了咯。然后真的我就很兴奋哦，拿来穿了哦。So 我穿了差不多一个星期2个星期哦，我就觉得不错嘞，穿了哦那个脚哦可以打鼾到我啊。蛮久了，不说哈，2个钟头啊，我就很痛了。然后所以我就继续的穿了，继续的穿了，穿了哦，就觉得这个裤真的是改善到我，因为我的脚哦的，因为我是有水肿的，所以改善到我的这个脚的水肿，我很高兴嘞。然后还有啊，就是说啊，那个根青根也浅掉了。所以哦，我有这些问题四个问题咯，就是解决我这个的烦恼在我心上啦。所以我穿的这条裤了，我就觉得很好咯。然后我就是介绍我嫂嫂他们穿咯，连我嫂嫂也是穿的不错，她也是跟我讲说，哎，她本来是她的脚也是很难走啦。就是站的，不可以，因为他带小他的孙嘛，然后他就是说，他带这个孙哦，很麻烦哦，就是一直抽筋嘛，说他穿的也是很好，他穿的他说，诶，改善他的这个抽筋的问题了，那我是觉得很高兴哦，有这么好的产品是怎么样穿？你一天穿多少个小时？早早哦，我就是。但是我早早哦，我穿是每晚而已，我前穿每晚而已，晚上因不为了我做啦工，OK。啊，我做工我没有穿，连我头我是穿的比较不舒服啦，因为太紧啦，连慢慢啊穿久了哦，就感觉到蛮很舒快服啦，了。很舒服了，我就每天就穿到我放工为止就对了咯，就是。一天就是大概有16个钟头这样的，说就是改善比较快了。头在你在早晚上穿而已啊，它的时间还没比较短啊，就看有什么见效啦。所以我现在我穿比较久了，就看到那个见效很好啊，所以我看到这个产品很好，我就是说可以介绍给人家，share 给人家说这个产品是这么好哦。就 share 出去咯，说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对我们的可以帮脚助到可了，以帮助到你可以好像你走路不会说这么
辛苦了，你走就是你要走啊，跑步啊什么，你穿这条裤很轻松，又觉得没有问题的脚这样哦，很自然的走咯，就是帮助很多人咯。Very good, very good。然后还有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你刚讲了三个吧，一个是脚啊比较有力了，青根的问题，水肿啊，连抽筋咯。还有抽筋的问题哈、抽筋的问题就是改善我了、我就是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有效果了。你抽筋，你是怎么样抽筋？你是晚上有做东西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抽筋。晚上睡觉哈，就忽然间哈这样抽筋咯。说穿了哦这个裤啊就会改善了，但不知不觉了，这种啊我们也没有去想了，它不知不觉就没有去了咯。你抽筋的问题之前没有，还没有穿裤子之前哦，有几久了？哦，这个蛮久了咯，我这个脚哦都是一直有一路来有看医生啊，人就是这样哦，一直就给他没有什么说好转哦，连我就是说听到这个保姆啊讲座这么好，我也是要尝试一下咯，连果然真的是这个产品是。真的是很好哦，你的抽筋是每一天吗？很时常的咯，就是两三天他就突然间两三天就一次，两三天就一次你就会抽筋呀，你就不敢去动它咯。说这个是改善我很多的东西改善我很多这个烦恼的东西很好很好那么你觉得购买这个裤子的话哦。值不值得啊？对你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我买这个裤子哦，我穿了哦，真的是很值得。我少了看医生，第一个 okay. ，OK， 第二个是帮助我能站得很久，说我还可以去跑步。这个裤哦，我是哦每天没有说我好像我要去哪里我都穿住的，就是很保持你的走路啦，就不会说很累咯。很好很好。那么希望这个裤子哦，你继续穿下去，有更多的那个效果，甚至是保持着你的那个身体的健康，好不好？对对对。那么就谢谢 Florence 的这个分享啦。Sharing 啦。接下来如果有更多的见证，我们再做一个video 啦，好不好？OK。OK， 谢谢谢谢。拜拜。拜。